活干得不错，学得也真快。怎么着，这活也是你接的？除了料钱，咱们俩三七开。行，师傅，就算是我跟您学徒了啊，明儿啊，我还在老地方等您。千万别。我明晚我就换地儿了，那儿不灵，狼多肉少，等不找着地儿，我再那个找你啊！哎！哎呦，我这隔着两里地，我都闻到你这老三样了啊！就这老三样啊！啊，香不香？今儿这个既然多加点肉，就喂你家的。今儿个干什么了？今儿好吃。啊，我今天呀、啊，我到超市卸货去了啊。那个他们那是按时间、按钟点算钱的，那活还行。明天要找不到别的呢，我还去那儿干。你呢？好，我呀，嗯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信，我今儿啊，包了一天阳台。包阳台？对，这活你会干吗？你瞧，嗯，你看，过去我还以为这包阳台多难的活呢。其实现在想想，不就是给阳台上搭一窝棚？嗯，就是社会进步了。你看，把这窝棚改成玻璃的了，改成塑钢的了，就这么点事儿啊。哎，那帮生瓜蛋子还瞧不起我。我会，真会，真会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北京包阳台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。嗯，你说过去，哎，我还真瞧不起这俩肩膀扛一脑袋的外地人。可是你想，这包阳台这活还真是个好活，还真来钱。北京有多少阳台要包啊？嗯，还有现在那房子、那大楼。你看，天天盖，天天起，跟长草似的，多大的商机！明儿你跟着哥哥一块儿去，嗯，咱先找一地方，找点活练练手。嗯，等咱练熟了，咱就成立一个包阳台的托拉斯，托拉斯，行，托拉斯，你当那托拉斯的董事长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嗯。哎呦喂，这哥俩干嘛呢？趁我不在开小灶呢吧？你做的这个菜还能叫小灶？来来来，这不都有你的吗？碗筷都在放着呢，等你半天，这刚拿起筷子来。真行啊！哎，干嘛？手洗手洗去。怎么样，三儿？刚大哥跟你说那个阳台托拉斯，考虑考虑。行，我要是找不到别的事儿干呢，我就委屈一下，到你那儿当个董事长吧。还真委屈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不干违法的事儿，你愿意干什么，大哥都不管你。嗯，吃菜吃菜。哎，今儿累着了吧？还行。我知道，你呀、啊，不习惯人家管着，也不习惯人家这么喝五幺六的。吆五喝六啊，吆五喝六。嗯。可是，现在是工作，出来工作了，端着人家饭碗，得学会了忍着，啊。行，我忍着。嗯。还有啊，你要什么时候觉得你不愿意干了，没事儿，你回家待着歇着，有大哥我呢。啊，不会，那不会。我也表个态啊，我不是不想出这份力，我是有这份心没这份力啊。你有什么心呢？那我不是个病人吗？是吧？这点你们得理解啊，理解理解，嗯，理解万岁。嗯嗯。那个，我不在这些天，老二过来帮过你们吗？哼，甭提了，大哥到二哥公司去了，跟你一样。让二哥一个二踢脚给踢出来了，现在大哥二哥不说话了，情况就是这样。没事，没事，没谁呀、啊，咱们都能活，咱们都能活得比他们还好，是不是？行嘞，这位置啊就让给你了，好好坐着，坐稳了啊，小伙子啊，您让我在这土里刨食儿。等我扎稳了根了，我孝敬你。嗨，我不用你孝敬，我连个儿子都就没有啊，我谁都不用孝敬。你呀、啊，敢吃这碗饭，你就把它吃下去。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？这一个捡垃圾还有什么好嘱咐的？啊？哎，九爷，您是长辈，您说的话，我要听。而且呢，什么时候您都在我心里，您得给我教教。别下个月您见着我，您就骂我。小伙子，嗯，有句话我得跟你说，甭瞧不起咱们从土里刨食的，啊，这刨垃圾怎么了？
这天底下所有的人吃饭的人，他都得想一想，是吧？行，响鼓不用重锤，有您这几句就够我受用的了。月底我去看您去。行了，小伙子，你就在这好好干吧，甭去看我了，到时候我来看你。哦。小哥，啊，这钱给你搁这儿了啊。不不不，300啊！嗯，一天挣的。对啊。哎呦，我一天才挣30，你挣300，差远了哈。哎，明儿你带着我去吧。啊？笑什么呀？我们那儿的活都特重，你干不了。我干点轻的呀，你说对吧？你挣300，我挣100，我就算挣50，也比我这30多呀。没有轻活。再说了，我们那儿50多岁以上的人都不要。大哥，哎，哎呦，老四回来了。嗯。老四啊，嗯，你这一天的工钱，大哥收下了啊。大哥，还生我气呢？老四这是给你买的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回来几天了也不打声招呼，我跟你二嫂天天在家里头念叨你。你还好吗？好啊。你也没出去闯世界，嗯，哎，四儿，黑了，是吗？比以前结实了。这趟出去，没少受罪吧？还行。四儿，有件事二哥挺生气。嗯，啊，这出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一个电话都不给二哥打。哎，你是不是还跟二哥记仇呢？没有，记什么仇？咱们都是兄弟，我能跟你记仇？这话我爱听，是吧？嗯，我四弟啊，堂堂的汉子。肚子里要揣不下点事儿，咱还没法混了，是吧？哎，四儿，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没什么打算。哦，那回二哥公司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自个儿干。自个儿干？对。真这么想的？是。啊，你觉得行吗？那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是吧？我估计你要是没想好啊，也不会回来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二哥这么跟你说啊，你呀、啊、要是干不下去，哎，或者是干得没劲，还回二哥公司，二哥永远给你留把椅子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大哥，饭好了没？我们都饿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来这就来啊。喂，哎，我你收够了没有？哎，我怀孩子你没管，生孩子你没管，养孩子你也不管，我都没说什么吧？这店怎么办呀？啊，不是在你老婆名下吗？我往你们家打电话怎么了？我没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已经不错了，你让你父母，你让他们老头老太太出来评评理。怎么了？女孩不是你孩子啊？啊，女孩就……赶紧赶紧赶紧来，赶紧做饭去啊！嗯，四儿，小四儿呢？哎呦喂，睁眼就说四儿哈、啊！自从四儿回来，你心里还有三儿吗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他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那你问谁呢？你问他去。先过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啊！好嘞，好嘞，早点来。
来挑。好，再见啊。很好啊，再见再见。孩子呢？啊？你孩子呢？那儿呢？干嘛呀？我能抱抱他吗？啊，行。画这儿。通宵也都要30块钱，好，跟我走吧。哎，就这么一个皮揣子？对啊，就这通宵也掉呗。就一个皮揣能解决问题，我还用你干什么？那我那有，我那有，我那收音机呢都有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跟我走吧。哎，好。就你姓黄的那个秃子，怎么回事？你叫你家那个瓶子咋不拿起来？啊，咋了？不值钱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瓶子它是有它的价值的，你不要小看它的价值。从你这儿过去之后，它就埋进土里，就变成化石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，它的价值也就消失了，懂不懂？接进来。好好好。哎，还有你。阿彪，说你的，那个盖子，那个盖子要拾起来的盖子啊！你别小看这个盖子，这个盖子一个，你看没见分量吧？一筐加起来，这就是塑料，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，知道吗？大哥，啊，大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啊，大哥，我们这不是来投奔您来了吗？我现在不姓赵，我姓于，于哥，也别叫我哥，我不是你们的哥。赵哥，我们出来好多天了，这不是知道您在这儿，所以来帮您个忙。回家了没有？没有呢。你不是这个娘生父母养的呀？你怎么这么混蛋呢？住了几年大狱，出来不先回去看看爹娘去？啊，滚蛋，回家去。赵哥，这真回来山东我就没饭吃了。给，拿着，回去孝敬爹娘去。去，去。赵哥，钱我不要，我就想跟着您。都想跟着我啊！要真想跟着我呢，就留下好好干，知道吗？嗯，好，跟从前一刀两断，好，从头做起，重新做人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也别想粘着我，粘不住啊！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我哪天就不干这个了，知道了吗？你放心吧，赵哥，忙去吧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谢谢您，赵哥。就这儿，刨垃圾，啊。哎呦，回来了三儿，今儿怎么这么晚啊？办事儿呢，不是办事完，办什么事儿这么晚才回来？你看，来来，饭都来来来呀，我给你下面去。来来，坐坐呀。
拿着吧。500啊？今儿挣的？嗯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挣钱比我可是快多了。快拿着，快拿着。不，你还是收着吧，这钱你收着。我留着干什么呢？你那一抽屉的白条子还不赶紧还，等着人家上门要啊。不管大哥说你什么，你别烦，别不爱听，大哥都是为你好。说吧，咱父母不在了，我居大，这长兄如父，这是在论的啊。不光是你，你二哥、三哥，我都一样说。咱不管干什么，啊，都不能干那违法的事，是吧？这你这十年怎么过来的，你自个儿比我还清楚，是吧？咱穷不要紧，就是不能干违法的事儿，是吧？咱穷，咱得吃口踏实饭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这钱绝对是合法的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这钱来得快，来得多，心里不踏实，是吧？那你就告诉大哥，你这钱是怎么挣的？你还是别问了吧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这钱我可不拿着。哎，我就是穷死，我也不能拿那不明不白的钱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钱绝对是合法的。不是，那你说它合法，它从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刨垃圾堆刨出来的。垃圾堆？你可别说这垃圾堆里刨出来的钱脏你的手啊！我知道我身上有污点。你是清白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钱绝对是干干净净的。你可不能骗你大哥，这垃圾堆里一天能刨出500来？你刨出什么来了？金戒指啊？四儿，你跟大哥说句实话行不行？这钱怎么来的？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。这确实是我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。我让你们看好了那个来倒垃圾的车，你不看好了，你这哪分得清楚哪是刨过的，哪是没刨过的呀？啊，还有那儿那堆，那儿都靠路边了，你不能让他到那儿，知道吗？今天上午就把那些给我清干净。哎，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快快快！怎么着，大哥？你这儿看了一早晨了，知道我是靠什么挣钱的了吧？四儿，我真没有想到，你还真干上这刨垃圾的活了。哎，这一波一波人都是你雇的呀？对，刨垃圾没什么，真的。农民刨地，我刨垃圾，这有什么区别呢？农民是刨完地种粮食，种粮食拿粮食换钱；我这儿是刨垃圾，刨出废品，拿废品换钱，都是换钱，真的没什么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呢？你这跟叫花子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叫花呢伸手跟人要东西，我从来不伸手跟人要东西，都是人家把东西主动给我送来。真的，我这钱挣的绝对是又合理又合法。以后我给你钱，你得拿着了吧？那我得接着，我接着，我给你存着。存着干嘛呀？我该跟你说房媳妇儿了。哎呦，赶紧赶紧还账，别存着了，存着干嘛？这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行。你这沙发哟，哎呦，我这辈子坐的最好的沙发了。李桂新同志，啊，李桂新同志，哎呦，您这要走啊？这是？我可不得来回来去的走吗？我想停，能停得下来吗？我这又给您还钱来了。我还当你骗人呢，你真还钱来了？哎呦，您怎么这么看我呀？这欠债还钱，这是应当的呀。啊，只不过，说实话还是不够。我不说了吗？我不急用，你攒够了，一块还我就行，省得这么来回来去的跑。那多不合适，那多不合适，不合适，我还是有了就还的好。那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收着。哎，你收着，就当白来一笔奖金。这是500块钱，麻烦您给我写个收条，我还欠您1700，您也给我写上。你可记得真够清楚的，你说你欠别人钱记那么清楚干嘛？现在啊，都是欠人钱记不住的。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
我跟他们一样吗？还行，就有点傻实在。就是，不过像我这么实在的人现在也不多了。您也挺好的，真想得开。像您这么总把笑容挂在嘴边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。您这人心态真好，跟您说话都觉得轻松。我又没抑郁症，我干嘛心态不好呀？哎，再说了，您要是觉得跟我说话轻松啊，以后就多坐坐我们这趟车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开出租车吗？你的车呢？我现在不开出租了。那您现在干什么工作？我在一个公司，啊，一个建筑公司，管着二三十个人。那您就是包工头啊？嗨，现在的人都挺不听话，都挺难管的。您怎么样？这工作还行吧？哎呀，这干什么工作呀？干时间长了都烦。烦有什么办法？烦也不能不干，也不能说换就换，凑合着干吧。都干十几年了。再说，像我现在这个年龄呀，要想换，也不好找工作。瞧您说的，像您这么勤快，啊，又这么乐观的人，您到哪儿去，人家不抢着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勤快？你看见我干活了？哎，我猜的，猜的。我觉得吧，你也是个好人，不然的话哪有这么长时间了还记得还人钱的呀？现如今这社会，见钱不眼开的人少，您就是一例外。哎呀，谢谢您夸奖我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跟您说了，我们得出车了。哎，回见啊！哎，回见，回见。欠债还钱的，这人挺逗的。原先开出租车的，我把包落他车上了，哎，他把我钱都花了，现在想起来还钱来了，还老来。小心图谋不轨啊！讨厌。这话还说不严重的呢，最严重的是人财两空啊。就他，实诚成那样，我骗他还差不多。走吧。别动，别动。别上手啊！哟，还不错呢，三儿。行啊，咱俩可得管着点啊。这老四啊，嗯，不盯着他点儿，那还得摔跟头。这跟头可就不是摔在泥里了，那整个一个就摔到垃圾堆里了。你想他怎么盯啊？你说怎么盯的？他生往垃圾堆里扎，你还能生把他拖出来？我就盯了。哎，小心手。没事。他也不听咱的呀。他手底下那帮人马，他也不听咱的呀。浩哥，要不我说你，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你就是这西瓜吧？啊，他过了季你才想起来买，还不是老四给的钱啊？怎么的，钱不好啊？你跟钱也熟啊？是吧？他愿意刨垃圾，你让他刨去。那农民在土里刨石屎，刨几千年了，谁闲着直接寒碜了？我没说钱不好，我是说他手底下那帮人。哎，你瘧他手底下那帮人，哎，瘆得慌。你想啊，这垃圾堆里什么不藏啊？他那帮人里就没藏个什么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说老四被个窝贼销赃啊？我是怕万一，万一。老三，哎，老三，哎，说我听了，咱给老四张罗一门亲事。给他找个女人，啊，把他的心收住。你想想，哎，有什么东西能比女人跟孩子更能管住男人的心呢？是不是？这怎么样？你不是常说吗？浪子回头是因为女人。哼，你还真得关心他呢。你怎么不给我张罗张罗呢？他又来了，我这不是，咱找个女人管着他，咱俩就省心了吗？这意思。这事儿啊，你得往南。为什么往南？或者往北？怎么又往北了？要么就往东，或往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往东，一会儿往西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直说。反正你近处不行，啊，这近处啊，谁要知道老四的底细，那还不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？谁干呢？你别吃，你别吃了。嘿。你说他是咱兄弟，怎么就成了牛粪了呢？再说，
再说这纸里包不住火，咱干嘛要瞒人家呀？啊，不管他远近，有什么咱就直说。人长得还挺精神的啊，是比我强多了。您这，哎呦，坐着，大姐坐，我给您沏点茶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行行行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过你说，这年月呀，啊，那男人光长得精神也使不得，是，得有这个不是？要不咱们找大姐您呢？说实话啊，大姐，我们呢？也给他找过两个哦，你说要论模样，我们家老四呢，那真是抬举那姑娘了。那是，那是，那是。可是，不能说实话。啊，我们老四他不是有前科吗？所以一说实话，人姑娘扭身就见都不见的。我跟你说呀，现在这姑娘啊，不全都这样哦，那想得开的有的是啊。还是那句话。都得有钱吧？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大姐，您喝茶，您喝茶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这，您想想啊，就我们老四长那模样，那身子骨，您说他要有钱，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那再说了，他还有仨哥哥呢。哎，得，别别别，咱别提那仨哥哥，就你，我，刘老三，这，不提这个。不提这个，行，那那就不提这个。哎哎，您说了算，您不提。这可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人家姑娘说了算。对对对，大姐，来来，你这是新茶，是这来，您喝。哎呦，哟，你看我这还挺忙的，这电话又过来了，哎呀。哎，就我这会没忘，没关系，你们家孩子长得不济，你不是有钱吗你？没问题，我给你办去。三儿啊，听哥哥的啊，明儿无论如何得去见个面，人赵大姐打了保票的，说这回哎，听着啊，那姑娘是百里挑一，百里挑一，东南西北的找遍了，才找到一个愿意见面的。不是百里挑一吗？哎，百里挑一，损了你，啊？那咱们家这仨老爷们儿不该有一个女人呐？这炕上一天到晚躺仨老爷们儿好啊？你不想这每天一早一晚有口热乎饭吃啊？你说咱们家就咱仨，我50了离了，你又是一病秧子，就老四，现在是咱们家的这个能撑门面的，不该给他找个媳妇吗？应该。大哥，嗯，赶紧睡吧，啊！你还没答应我呢，你明天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谁去？你怕瞧不上人家姑娘？不是你瞧不上，你得见人家一面，对不对？你见一面才能说瞧不上。哎，我真不想去，要不然你让他去吧，他想去。我这是给你说媳妇呢，你干嘛你？你没听见我刚跟他说话啊？我不去，你别费劲了。你要不睡觉？我不睡。你要不去，我今儿还不睡。行，你俩甭说了，说到晚上。那我们先睡了，我要睡觉。谁都别睡。哎，你答应你去不去？明儿你去不去？我把人赵大姐都请家来了，你知道现在介绍一对象容易吗？你去，你不是想去吗？你让他去吗？去，不是想去吗？我不去，你去，我去干嘛去？你不是想去吗？行，我求你，你答应啊，你答应了我才能睡觉，好不好？对，行吗？你答应不答应吧？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他睡。我有病，体谅体谅我。是我三哥有病了，行吧，三儿，那我就先睡了啊。你答应没有？你睡什么睡？你答应没有？严肃点，行不行 ？OK 了，行，睡觉喽。哎呀，这点觉睡得可真不容易。哎呦喂，给我毛巾被吧，我拿拿拿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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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叫于大水。今年36，身高1.80米，体重70，无业，因过失伤害罪判了10年，刚放出来。你要是能接受的话，咱们就接着往下谈；你要是不能接受，我也不影响你的前途了。
我要了壶茶，你结账吧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买单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有你这么相亲的吗？你说你这么说话，哪个女人敢跟你肩并肩站一块儿？那我也不能骗人，你小声点。你成心呢你？啊，你这跟个野驴似的，哪天是个头啊你？哎呦，哎，你就甭替我操心了，你就想着赶紧把大嫂接回来就完了。我把她接回来，她是咱想接回来的能接回来的吗？再说我把她接回来，我搁哪儿啊？你是得，哎，你想想你自个儿，赶紧找个女人好好管管你。我就不明白，我为什么就非得找个女人来管我呢？你不明白啊？我不明白。那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挺好的，不用你操心。嘿，排队去。哦，好，那边哈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老四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打扰你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坐吧。拿着拿着，待会儿给你带。哎呦，大嫂，你还是叫我大姐吧。不行。我是想问你呀，找着工作没有啊？老四，我知道你是在外边闯的人，不像你大哥那样，可是。我反而替你担心了，我觉得吧，还是要踏实点好。老四，你还是好好找工作吧，啊，甭管什么工作，只要人家收留咱们，咱就踏踏实实的干，一个月一个月的挣工资，一个月一个月的过，过日子嘛，可不就是这样的吗？知道了。我说了，该你了。你不想回去看看吗？现在不是你大嫂了，我老回去不合适。你真的就不想跟老大再接着过日子吗？没想过。他是有点面，他不是那种闯的人，但是他踏实啊。我没说他不踏实，我从来就没说过他不踏实，他可是太踏实了。你大哥那两脚啊，就跟旱地上似的。我就老说他，你就不能往上拔拔，往上蹦蹦？人家不，你大哥那双脚啊，就从来没有离过地。他，你想过他要是真的腾云驾雾了，他就不是他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？回去吃顿饭吧，今天。老四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就吃顿饭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老四，我偶尔回去看看可以。吃一两顿饭也行，可是要回去跟他过日子，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知道，咱们今天就聚聚，就聚聚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让你们给住的啊，就冲这屋，老三老四，嗯，你们还想娶媳妇儿呢？今儿谁也别想跑啊，人人都有活。不跑不跑，你指挥我们干。对啊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哎，男兵有点意思啊。大嫂你说，哎，老三，你拿一块抹布，把这个凡是带棱带面的都给我擦一遍啊。抹布，拿抹布，都对。我呢。老四，你呢就拿个。扫帚啊，先把地扫一遍，然后拿个墩布，好好的给我墩一遍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对对对对，稳当。对对，那个你动嘴儿，我们跑腿儿。你到厨房把菜摘了，摘好了就放那儿吧。哎哎。
Hello， 赵总来了。哎，不行，报警吧，怎么报警？我这报警，我来。去厨房，厨房，今天我都来了，我擦了，拿那个去厨房，好。亏心事啊，这么看人！你净胡说，我干什么亏心事了？我不是这么看你的吗？又不是没看过，用得着这么看我吗？看我是看过，可是没看够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想你回来的？要不这你下个决心，干脆就回来住得了。你要这么想的，我就跟那哥仨说一声。我可没那么想过啊，是老四要我回来的，说是回来吃顿饭，我可就是回来吃顿饭的啊。咦，合着客人呢？哎，那行，客人您别动，来我来吧，来，哎，当心，削着手啊。你照我手上削，来，你狠着心的削。讨厌，我就是讨厌。哎，你骂人怎么那么好听啊？你想想，要不然你就下个决心，咱俩就凑合着过得了。啊，你跟我过日子是凑合着过呀？嗨，不是这意思，是你凑合着跟我过，行吗？你说我别的不好，哎，我有一点，我对你好，这点没人比得了吧？这你心里清楚吧？你要没什么合适的人，你就回来，你就。凑合着跟我过，行吗？啊？哎，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认为你是默认了。哎，那得来，让我切吧。哎，让我切。大哥，哎呦，嘿，这两口子重温旧梦了，我什么也没看见啊，没看见。哎。你又不做饭，你跑厨房干嘛去？就是我错了，不行吗？我错了，我来干嘛？哎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叫大哥，大哥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哥，大嫂，大哥，大嫂，大哥。你看我这哥几个，平时瞧着不怎么样，哎，关键时候你一瞧，还真都不错，是吧？我可从来没说过他们不好。那你还嫌弃什么呢？哎，你要再嫌弃，那就是嫌弃我了，啊？你要是没有他们呢？我还觉得真跟你凑合过没什么劲，那你现在觉得有劲了吗？啊？现在有劲了吗？老老实实的说几句正经的啊！你说我现在说哪句不是正经的呀？啊？我说都正经话。我真的是想替你们哥几个认真盘算一下过日子的事儿。听老四说，你还没有找到工作，老四又没有社会工作的经验。老三又病着，这家里还不得靠你呀？老这么走马灯似的，可不是个法子。要不我帮你找找？哎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找不着固定的工作，你还就不回头了？先不说我，说你，说你们哥三，总得有人认认真真的拿工资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听说三院看大门的老杨不干了。要不你去试试？亏你想得出来，我才多大岁数，我就奔着看大门去了呀！看大门又怎么了？他好歹是稳稳当当的拿工资啊！你行了吧？我要是去看大门，你还不掉头就走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先不说我，说你。行了行了，你呀，还跟以前一样，你是一点都没变，啊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，是？我现在没工作了，你瞧不起我。你应该瞧不起我，你瞧不起我是应该的。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本来嘛，我告诉你，我于大海这人一身的骨气，哎，可是我见着你，就让你给我错干净了。
我跟你说，谁瞧不起我都不怕，我趴不下的。可是你要说你瞧不起我，那我就趴下了。行，你呀，甭回头了啊！你该往前走，你往前走吧。于大海，这就是你今天想跟我说的话是不是？往前看就往前看，你当我愿意回头啊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真走啊？哎，你不能说风是风，说雨是雨，你说走还就走啊？你就走。哎，大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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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怎么走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了？回头再说吧。啊？怎么生气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好不容易才请来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啊？那他还就那个脾气啊，说翻车就翻车的。他翻车你不会好好开吗？你，哎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从哪走岔道了？你给我重复重复。我重复不来。大哥，哎，别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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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乱，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啊，人已经走了。这房是他租的啊，你们就是等到天黑也没用啊。啊，大爷，这人走几天了？人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，这门反正锁了两天了。把门打开！我开门，你们就死心了。谁看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他妈的人呢？人呢？